回顾高中过去三个经典画面，每一幕都让人印象深刻，尤其是第三个一定要看到最后。第一，2003年的亚锦赛，台湾对上韩国，比赛进入时局延长赛，高志刚在满垒局面敲出关键的再见安打。2001年亚锦赛之后，又再一次一棒终结比赛，气走南韩队。第二，中职某场例行赛当中，高志刚在面对打者突击出来的小飞球，当下刻意放弃接杀，而策动了一次双杀守备，这play当时让不少人都啧啧称奇。第三，还记得中职2009年总冠军战区时，朱宏生的助跑打击吗？其实最佳男主角就是高志刚。高在发现主审示意比赛开始后，立刻要求投手投球，杀了朱老一个措手不及，也算是另类帮中职创造出这一次的典藏事件。那千秋万载有哪些高光时刻呢？留言区告诉我。另外，欢迎加入烂社群，陪你探索棒球场上更多的天方夜谭。